say you were.怎么说呢？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你坐下哈。这是我们的舞蹈老师哈，掌声鼓励。刚刚那下把我拉过去，把我拉死的是你吗？你坐下，坐下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平时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应该是坐下以后，他从后面抚摸我的，我从后面抚摸我，然后我刚刚一不小心就这样躺下，你想看他什么反应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竟然爬上来了，够敬业。哇，真的，你的临场反应好厉害哦。不行，我还要再试试你，我不能这样放过你，今天这么棒了。来，最后一段再来一遍，最后让你们唱来着。不行。多狼狈，来快上去。我自以为。好尴尬，这个却出不来。啊，真的好尴尬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各位不要担心哦，马上出来。你当时准备帮我拖鞋，就把我拖出来。没事了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哇，真的是好厉害，跟我玩。我现在身上应该很脏。哦，这个沙发怎么样？沙发可以吗？这个沙发，大家看一眼哈、哦，多么的便宜。我的舞蹈老师在台上，竟然不是对称的，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们是没有过签证吗？但是这件事情呢，我还可以理解哈、哦，就是没有过签证嘛，万一对不对？我记得好像舞台上这个时候应该有六个人，怎么就三个呢？哎，是垮了一半吗？哎，我们贝斯手老师什么都在啊，键盘老师都在啊，别吓我。哦，啊，萨克斯风不在是吧？没过。哎呦我天哪、哎、那萨克斯风今天谁假吹啊？好尴尬的气氛，但这些我还可以理解哈、啊。请问你们知道吗，我刚刚为什么坐在这个台阶上？啊，本来是坐在椅子上的，没有椅子，我就纳闷了，是我的椅子也没过吗？上面那个椅子也没有了，下面那个也没有了，下来坐。真的好棒哦、啊，不要走，麻烦再靠回来，靠回来，靠好靠好，就像最后 ending 的镜头，对，靠好，就靠靠好，像刚刚 ending 的镜头。告诉各位，其实本来这个环节我们坐的是一个很豪华的椅子，这一项为了节约成本，椅子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坐在楼梯上，尴不尴尬？尴尬。好、哦，谢谢你啊、哦，那可以回去了，谢谢。哎。多狼狈，我自以为。谢谢。
没和你丢下的一切好疲惫，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，我自以为你们跳舞有必要这么用力吗？你们是故意耍我是不是？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参与，谢谢谢谢。我怎么能记得前两场有这么用力跳舞呢？你们跳的我都害怕哎，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哇，那个推推的我身体一紧，哇塞，真的是，差点没推得我岔赛啊。Thank you 啦，辛苦你们啦！哇，你们昨天是没来，昨天来了。啊，你们昨天有来吗？昨天有来的朋友举手。骗人！那你知道昨天舞蹈员对我有多凶吗？反正现在的感情，不是要推我，就用力推，然后抓我头发。